Hello， 朋友们，这期节目是万代诚品部2024年4月的新品排期。首先呢，还是一般店铺发售的部分：超合金沙漠世界王国军战车队104号战车，定价22000日元 ；SHF 五档路飞，定价9900日元 ；SHF 星战幽灵队威胁中的达斯摩尔，定价9900日元。同样 SHF 星战幽灵的威胁中的盔钢筋，定价9900日元 SHF 怪兽8号，定价5500日元 SHF 超赛孙悟饭，定价7150日元 Figars Mini 破晓传说的三连分别是奥尔芬、西农以及多哈林，每款定价都是2970日元。萝卜魂RX 幺七八高达提坦四样式聚众版，定价7500日元。泰尼三神 VF 幺九改烈焰女武神加热气巴萨拉，定价5000日元。超合金魂 GX 幺零七完美变形合体红莲罗岩加大回旋终极巨钻，定价36000日元。SHF 雷德王，定价9000日元。SHF。腼腆英雄 Shy， 定价8000日元 SHF 惊奇队长二版的惊奇队长，定价9000日元 SHF 江户川柯南解决篇，定价6000日元 Figure Zero 宇智波佐助万花筒显轮眼的光遇案，定价9000日元 Proplica 美少女战士系列新月棒亮色版，定价11000日元 SHM 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版哥斯拉，定价7500日元。同样，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版金刚，定价7500日元。下面呢是魂线以及其他部分 ：SHF 真骨雕、假面骑士甲斗王、骑士形态真骨雕之法10周年纪念版，定价9000日元。SHF 真骨雕、假面骑士响鬼，同样也是真骨雕之法10周年纪念版，定价13500日元。SHF 真骨雕闪耀迪迦。定价9900日元 SHF 假面骑士暗日首次变身，定价7700日元 DX 超合金冲锋女武神一条灰专用内购细节版，定价33000日元萝卜魂风铃高达帕梅特克痕6剧中版，定价11000日元解体降机 RX93 高达飞翼浮游炮装备，定价14800日元解体相机 RX93 专用配件包飞翼浮游炮，定价30800日元 SHF 机械弗利萨，定价9350日元萝卜魂扎古水中行红海豚队专属机剧中版，定价8250日元 SHF 至深剑怪叔叔，定价9900日元 Mantle 萝卜魂 TL1 高达海尔兹改实战配色加选中配件，定价18150日元 Mantle 萝卜魂机组件实战配色加进阶配件包，定价11000日元 SHF 假面骑士吉狐愿望大奖赛登陆形态套装，定价7150日元 SHF 游戏管理员骑士套装，定价5500日元 SHF 假面骑士亚克一，定价8800日元超合金魂黑色金骨桥重生版，定价16500日元圣斗士圣域神话仙羽作顺早期青铜圣衣版，定价13750日元 Figure Zero 破晓传说多哈，定价13200日元 Mantle Build 武装战机地形配件包，定价24200日元最后呢是再版的部分，萝卜魂狙击型吉姆二剧中版，定价8800日元 Figure Zero 戴草帽的路飞，定价3520日元 Figure Zero 爱吃棉花糖的乔巴，定价2750日元 SHF 布马大冒险的起点，定价6600日元 SHF 布马的摩托万能胶囊9号，定价8800日元 SHF 鬼岛路飞，定价4400日元。好的，以上呢就是2024年4月万代诚品部的全部商品，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